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帮我老婆选件衣服，我觉得夏天了，这里穿稍微舒服一点。裙子啊？对，就是那种比较宽松的，穿比较舒服的衣服。这个好看吗？这个不适合，我觉得。怎么了？你我觉得还蛮好的。照下镜子吗？这衣服是不是颜色有点深了？您看我这边还有很多别的款。嗯，好啊。这个是吗？您平时有你会穿高跟鞋吗？会穿。哎，这个好看呀。这个就是明显你会瘦啊。不是，我套一下，如果不合适我就不穿了。就试一下呗。嗯，我是想说你不要太辛苦，因为这个。哎呦，我就觉得这个颜色或者过深了。其实我不怕啊。我知道，没有说。其实我不是很胖。我套一下吧，套一下。万一要有号呢？不是，你比一下就知道了。我试，不是，我不是不知道，你让我试一下吧，好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一定要试，就是适合你。但我特别喜欢这个，你过来试衣服还不要吗？可以试衣服吧？试衣服。那试衣间在哪？在里面。因为真丝的。里边儿多少？你带我去一下。真丝的，我带你去。亲爱的，你帮我拿着这个布。好嘞。那给你吧。那我帮你挂上。嗯。我再看看别的吧。不行，穿不了。嗯，我感觉上面挺好看的，你大耳朵。那你家还有这个穿吗？嗯，这衣服有点撕裂了。我们撕裂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？不知怎么说话，不可能。刚刚您试可能不小心的时候手戳到了这个，哎，不可能。真丝衣服比较娇气，所以说不是，您试我弄，可能扯开了。这是你原先就这样的呀？这没有，我们这衣服所有的都是检查过的。嗯，不可能，我刚试的时候我就没感觉到哪有声音裂的什么声音了。不是，那如果它是都不是，这是裙摆的部分，可能是脚啊或者是什么。那他要裂那么大口，我能听不见吗？不可能，真丝的没有那么大的声音。他这么大的口子，一看就不可能是我这么一试就试出来的呀。你可能就是刚才手戳到了，真没穿上吗？没有。你看，他都没穿上，怎么能试坏呢？你说，他没穿上，可能有点震。我就是这么一套一下而已啊。就可能你手进去的时候手可能戳到。怎么可能啊？因为你不能说你换衣服，你在里面看。您都穿上了吗？我就是把拉链拉开了以后，我就这么穿的呀。因为那个这不是，而且你这个地方是烂在这个地方，怎么着？可能是我弄的呀。我们一般都得赔偿的。嗯，这根矿材都是好的，对。那你说怎么赔吧？不是，它的价格在这里。本来挺高兴的买生日礼物。您那个，我们问一下，我们店长，不是，我本来挺高兴买一件过生日礼物，就试了一下，它烂了，就能赖我呀？跟店长说，我不要。你这不是赖人吗？你这么大一天，没有，我没有。那我就挺开心的，衣服还没选好。不是，不是，先等会儿，我就问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沟通一下，我们先稍等一下。对你有个解决，我说要怎么排啊？我就试了一下。